好，刚刚我这边达到了150级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送的奖励。他送的是卢卡比斯12星的全套装，再加上一个伤害皮肤，阿黛尔的伤害皮肤。然后他选择的时候会问你要加哪一个券。啊，这个他会送你这个法芙娜武器。你要知道，现在东南亚他那个拍卖上面的市价，这把武器要卖到1亿了，现在还没办法买到。然后去看一下他这个伤害皮肤。명한다, 명한다, 가라. 명한다, 명한다. 명한다. 하!